十五，体重3925啊，这个男孩啊。嗯。哎，你把这个拍着呢。嗯嗯。Michael， 加速起来，往里走，往里走，啊，你还没进来呢，来再往里走走，走一点，还好吗？醒来了，醒过来，醒着呢，气血，疼那有点呢，疼，啊，饿了，你吃了。3998，3998，快8斤，你呢？快8斤，指甲破了，说可白了，回去了，走，在家里推一下，推一下车，出来，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就进他先生一个人，行，你得慢点啊，放。可以溜吗？去梳梳。嗯。没有。没有产褥垫儿啊！没有产褥垫儿，没你呢。什么？我床没给你铺上，没有产褥垫儿。嗯。不可以。没有。赶快上楼下负一楼。我买了，在那个病房里吧。病房里头啊？啊，对，我没找到。对，哪个丽？美丽的丽，走路的多。一二三四五七八一，一号，八号楼发的影110号。丽珠一号，然后呢？八号楼，八单元，八单元，八单元，八号楼八单元，对，110号。Hello， Yeah, I think so.
You mean the one, the paper on the sheet? Yeah, the dry one. Which one? Yeah. This one? Yeah. It's not dry.我都不行了，是不是着急的？你给他说了尿来的。来抱抱抱！哎呀，还是奶鸭了，真棒！你要吃的奶吗？你吃的奶吗？你没吃过奶啊？你吃吃奶懂道的？你没有吃奶奶奶奶吃哪一份？别听人家吃哪一份懂道的？吃奶粉也吃过吗？奶也是。他呀，一口都没吃你的。谁说的？你看悠悠，悠悠，你爸，你没弟弟吃的？你不能这样说，你在这边说让吃他妈奶，知道感恩。怎么没吃奶？这不够好吗？对不对？感恩我，感恩你的。那以后就吃的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。他这个洋娃娃首先那大眼睛，你看昨天我让你看那个大眼睛，瞪得可好看了。怎么才二十天对吧？跟差不多二十天。今天16号，二十天了。再有10天、11天都满月了。Clara, how do you feel to hold your brother? Oh, okay. You feel good? All right. Is he heavy? Really? Okay. A little bit. A little bit heavy. Oh. Oh, don't drop him. He likes like a cat.It's like a cat? Yeah. Really? Okay. Oh.
嗯，来看小姐姐，看姐姐了是不是？嗯，还是看着呢。嗯，我不让爷爷。嗯。太好看了，小孩子是不是？好不好看？好看。真好看。